皮是新店安祥路三边的狗。其实我们已经去看它两个礼拜了，很彪。就在礼拜六上去的时候，看到它在那个大门，就坐在大门的旁边。那我在想说，它是不是人家养的，或者是那个？里面有无头发情，它跑来了，所以我就没动它。哦，那个礼拜没动它，第二个礼拜我就看它还在那。可以送它，它可以送，对，它可以送，个性很好，黄皮可以送。我就忍不住了，我就框它，给它也乖乖给我框。我绳子拿去就套住，它就乖乖给我框。哎，我是用绳子套了就走了嘞，在山边，我用绳子套了就走了。在等你了。啊，是他在整母狗吧？哎、欸，帮黄皮找个家，黄皮，看谁愿意养黄皮的，太好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不要忘记开启旁边的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